我相信最重要的事儿一定要眼睛看着眼睛，所以我更喜欢见面聊天。现在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，此刻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人、一个名字、一张面孔浮现出来，他是谁呢？来，三二一，想到了吗？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速度太快的时候，科技如此发达，好多见面、好多心里话竟然都是在线上完成的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网上虚拟的聊天遮蔽掉了大量真实的东西？就像我们过去说，通过线上跟一个人聊天，你根本不知道对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狗，哪怕那是一个数字人全息在你的面前，你也知道它只是高科技产物，其中的那种温度、那种怦然心跳好像就淡漠了很多。所以我相信有一些量子纠缠依然是我们目前无法认知到的，可是我们感觉得到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扑通扑通的心跳，通过眼睛对着眼睛来交流一些重要的信息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去看一个演唱会，当你现场看见那个天王天后蹦蹦跳跳对你大声的喊你看见我了吗，你觉得哇好燃，如果那是隔着屏幕出来的，你就会觉得也就这样吧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心里真的有那么一个人，一定要见面，真的没有办法相见也要见字如面，那才是你独一无二的人味，那才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活法。